这个 rewarded time 这时间呢，就是它的记录的这里面，然后展示，这是展示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倒数 ，countdown 是倒数 ，stopwatch 是停止倒数，然后 end activity 是结束活动，然后 anti ball 这看不懂，这是结束指南针，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，哦，这是按这个是这是气压，然后这是温度。这样的话，我也可以去死。这指南针，然后这 recover time 是恢复的时间。这秒数。OK。好，这个 display 是展示。然后在 navigation 是导航。在 exercise 是应该是跟运动有关，然后 logbook 应该就是线上的东西吧。对，这是跑步，这应该是脚踏车，这是跑步的路线图吧，然后这是游泳，Open water swimming， 户外游泳吧，对，户外游泳，然后这是室内的，那个，哇，这个是游泳池的，swimming 是游泳池，然后这是室内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两个区别在哪里。然后这个是爬山，这滑雪，这是 tracking 是追踪，好，这个是我不知道。导航，进来，进去哦，进去。这是地点，路是路线 ，P O I points of 点呢、啊，interest 就是你有兴趣的点，它是缩写 points of interest， 然后 logbook 应该是也是跟我刚才讲一样线上有关的说明书之类的。